林翠花，让你跟过来放甜水，你捡田螺干嘛？这田螺做出来可香啦！捡个锤子这么大的田螺，是小李家养的。养的？哎，这么大应该很好吃。你除了吃，还会干嘛？哼，你是天底下最坏、最黑的哥哥。哼，最坏我的哥哥。哇，很大个！这大蚂蚁怎么养不大呢？小李，你交了田螺多少钱去？我发过去给你。啊，好好好。那你要吃的田螺？田螺就是那根最好了。你不是说田螺是小李家养的吗？花了我38块，记得帮你女同学介绍给我。行，我把我最好的同学介绍给你。这个田螺咱们怎么吃啊？做个田螺包给你吃，你去准备配菜。好。倒点盐，将那土泥捡干净一点，检查仔细一点，不要捡到福寿螺了。啊，真的有一个哎。把尾巴剪掉，别入味。焯一下水。姜。捞出备用，油、葱、姜、蒜。